好像这边有那个就是柠檬香茅草，柠檬香茅草可以做那个火锅底，好，这是可以，这是食用的哈，这是食用的。那有的一般的比较阔的哈，那一种哈，它是做像香皂啦，泡澡啦，驱蚊啦，辟邪啦哈，这个都辟邪都可以用。啊，有的是，就是柠檬香茅是食用的，啊，另外一种是不食用的哈。这边有一颗银香哥的石竹鱼，偏差竹鱼少一点。对对对，石竹鱼的话就是凤蝶哈，它是凤蝶幼虫的食草。这边植物也蛮多的了哈，像这边有那个香山，这边有那个台湾鸾山，叫鸾大山或台湾山，它是大概就是亚洲最高的植物，台湾鸾山大概60年会开花结果，它号称为台湾五木之一，台湾五木在19世纪初哈、那时候日本人统治，那英国的植物学家来到台湾，那时候就是命名哈，所谓的那个台湾扁柏，然后那个红块。还有那个就是台湾游山，那另外有就是台湾山香山，号称为台湾五木。